山是新加坡中部一个迷人的新镇，许多人还不知道碧山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这里以前的一个华人旧坟地碧山亭，意思是绿色的亭子。这片坟地就是现在碧山镇所在地。碧山文化之旅手册将带领你游览这新镇里十个重要景点，也让你认识他们丰富的历史文化与传统。我们参观的首个景点是安纳达回教堂的和谐中心。在安纳达回教堂里的和谐中心可以让大家认识到伊斯兰教的教义，同时深入了解穆斯林的生活风貌。中心里陈列丰富的展览物和手工艺品，阐明伊斯兰教的教义，展现出伊斯兰教学者对现代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也是新加坡努力促进各宗教和谐与沟通信仰的平台。中心里有一个展览橱窗，介绍了新加坡的十个宗教。接下来我们参观的景点是碧山住宅区。1980年代以前，碧山镇的这片土地是一个旧坟场，叫碧山亭，是新加坡最大坟场之一。1984年，所有坟墓被挖掘，遗骸被火化，让出这片土地作为发展住屋与商业用途。今天你可以看到这里建有超过19000个住宅单位，人口多达67000人。以前碧山的坟地是以凉亭来划分，后来建起的祖屋的屋顶设计也同样采用特别倾斜和颜色的屋顶，做高低交错排列。除屋顶大阳台以外，在各个祖屋分区的边界也建起一个好像代表以前碧山凉亭的门房和休息亭。第三个景点是碧山民众俱乐部。在新加坡，人民协会设立民众俱乐部，让各种族各年龄层的居民在这里汇集一起，结交新朋友，分享共同的兴趣。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是国家的动荡时期，种族暴动和政治冲突意味着当时新加坡是个分裂社会，是由各个不同信念的自治群体和组织组成，彼此没有共同的方向目标。1960年7月1日成立人民协会的目的是协助促进种族和谐与社会凝聚力。碧山民众俱乐部是个非常活跃的中心，在这里居民可以一起参加很多种活动和朋友聚集。1998年4月26日由我国副总理黄根成先生主持开幕。下一个景点是碧山公园。碧山公园是新加坡最大与最出名的公园之一，备有各种不同生活方式设施，是一个反映新加坡主要生活方式的公园，
更代表了新加坡是花园城市的形象。花园城市的概念是40年前由资政李光耀，当时的总理，首先提出。从1963年举行第一次的植树活动开始，一直到今天，绿化城市仍然是政府的工作计划。从碧山公园可以通过加冷公园通道到达加冷河岸公园去。这些公园衔接网是国家园艺局计划发展新加坡成为花园城市的一个重要工作环节。接下来的景点是救世军总部。新加坡第一所救世军总部是1935年由少将 Herbert Law 创办，会所设在基里尼路的一间华人豪宅。1938年搬迁到登路，后改名为克里蒙梭路，最后在1995年搬到目前的碧山22街20号。救世军长期以来的使命是来自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念和爱所有人民，他的目标是照顾和资助需要帮助的人。设在总部前面的一个长方形的大捐款箱是它的最大特征。我们的第六个景点是自渡庵。自渡庵是1941年由施惠平法师所创立，是在樟宜的一间破旧小茅屋设立。在日军占领时期，惠平法师带领众尼姑信徒靠耕种度过这段艰难时期。在1977年，樟宜自渡庵的庵址被政府征用作为国家发展用途。经过3年的努力和佛教徒的帮助，惠平法师终于实现他的梦想，在现址建立起新加坡最大的尼姑庵。惠平法师也是一位杰出的厨师，他时常强调斋菜对身体健康的好处，还写了一本食谱，他可能是新加坡第一本斋菜食谱。第七个景点是光明山普觉禅寺。这座寺院在1921年由来自中国的传道法师创办，因为它坐落在光明山，所以便称为光明山普觉禅寺。最古老的建筑是光明殿，随后建造有大雄殿。大悲殿，佛理讲堂与图书馆，甘露戒堂，
万佛堂。无相殿里供奉着一尊13.8米高、坐在莲花座的佛祖释迦牟尼佛祖圣像。我们的第八个景点是公教中学。公教中学是1953年由法国人劳爱华神父创办。学校接收天主教徒和非教徒学生。劳爱华神父的中文名字暗示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公教是一座政府辅助学校，分为小学与中学部，是新加坡10间特选学校之一，提供中英文双语教育，造就了不少的英才。一路来，学校注重培育掌握双语，具有正直高尚情操、坚韧个性、热爱学习并且愿为人群服务的高材生。学校强调的四个价值观是：人民爱物、锲而不舍、革故立新和力争上游。在学校西南和南边的篱笆边，还可以找到几块当年碧山亭的地界碑，划定了学校和毗邻居住区之间的界限。这些地界碑相信是碧山亭在1979年政府征用坟山后留下的唯一文物。接下来的景点是来佛士书院。来佛士书院是在1923年由斯坦福来佛士爵士所创立。书院不分家庭背景、种族或者信仰，吸收最佳的学生，和提供中一到高中的6年直通车课程。书院的理想是培养社会政商界的领导人才，这个理想正反映在校训里。校训的意思是憧憬更美好的未来。书院培育出许多国家领导人才，证明了斯坦福来佛士爵士的独特远见。书院的展览馆展示了来佛士精神和其历史和文物。书院的图书馆可能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图书馆，所有的摆设和装饰都依旧保持着斯坦福来佛士爵士时期的古香古色风格。我们最后来到广惠照碧山亭。广惠照碧山亭是1870年由中国早期的移民设立，他们同时带进了中国人实践千多年的尊敬祖先的孝义传统和价值观。每年春秋二季的祭拜祖先连续不断，而且现在已成为新加坡华人的传统习俗。
在1970年期间，政府公布征用碧山亭的地段来发展新镇，并且鼓励火葬代替土葬，来充分利用土地。当时占地324英亩的碧山亭坟地，一共有100余万穴坟墓，是新加坡最大坟地之一。于是，在1980年，全部坟墓被挖掘，遗骸被火化。为了保留传统，广惠照三府社团决定重建碧山亭。政府同意出租8英亩土地给碧山亭重建。今天建在碧山巷的广惠照碧山亭，继续标记着过去的历史，以及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上扮演着的重要角色。